渔船排队加油到底要等多久？澎湖有渔民投诉了，排队等加油，这一等竟然超过12个小时。从傍晚开始等，等了一整晚，直到天都亮了。到了中午还轮不到他，气急败坏。捕鱼旺季来临，澎湖每艘渔船出海前都要来到马公渔港加油，可是排队加油却发生争议。那是真有等遐久啊！我也知啊，站顶唔放药哦，我都。渔民气急败坏，知道澎湖只有一间渔船加油站，但最近太夸张了，前一天下午4、5点就开船来排队，等到隔天中午12点还加不到油。面对渔民的怒火，加油站赶紧解释，还要将时间分配给运油船，避免让澎湖其他离岛断油。我说我没有针对你，也没有特别那个啊，就是每一艘去那边啊，遇到他们要离岛运油的状况的时候，是，我都请啊，我们这些渔民朋友，他都好凶了呢。渔船加油站业务繁忙，碰上捕鱼旺季，还有运油船，渔民强调知道事情有轻重缓急，但是否该把规则定得更明确，才不会浪费时间，也引发争议。记者彭吴综合报道。